小姐，不好了，夫人不见了。你们这一个个的啊，连个人都看不住。哎呀，哎呀，爹，爹，您是不是跟我娘吵架了？哎呀，那天走后我确实是说了两句重话，可是我也没想到她怎么就会不见了呢。大人，夫人可能被绑架了，这是在夫人荒宅旧居发现的。这是我娘的。这是我娘的手帕，娘，爹，你说我娘会不会出事？我们快点去找她，我们快点去找她。夫人不会有事的。刘慧，现场能不能推断出是什么人绑架了夫人呢？现场没有打斗痕迹，难以判断。要说是山匪，白天不可能啊，要不就是唐半城。啊，唐半城，我要他儿子，他去劫走我夫人，去唐家，跟我走。秦大人，我还没通报呢。唐半城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哎，秦大人光临唐府，有失远迎啊。别假惺惺的了，啊！我夫人到底在哪里？秦大人，您要找夫人，不该来我唐府啊。要不是你，我娘不会失踪。失踪？你就别再给我装了，啊！再不叫人，就别怪我翻脸。哎呦喂，秦大人，真不是我干的，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跟你找不到夫人呢。不是你干的，那还能有谁？秦大人，您要是不信，我唐府您随便搜。搜，给我搜，走。哎，秦大人，我与夫人无怨无仇，怎么可能会绑架她呢？若是因为唐凌天的事情呢？我儿子的事情，我也犯不着绑架秦夫人呢。您说是吧？至于不至于的，也得等搜完以后才清楚。秦大人，要不您先坐下喝点茶。哼！啊，大人，搜遍全府，没有发现夫人踪影。没有？您看，我就说没有吗？秦夫人有把柄在唐半城手中。根本不需要绑架夫人了，那夫人会在哪儿呢？秦大人，绑架夫人那可是杀头的罪，我唐某可不会自掘坟墓。要是让我发现夫人的失踪跟你有关，我饶不了你。这慢走啊，秦大人。